共读圣马子国福音。有一次，我着安息日，耶稣自麦村经过，伊甲门徒行路的时候，就念出麦穗来。法利赛人向耶稣主拿得退，伊人转伊到安息日做无好做嘅事，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宁靠他过，特别到经节嘅时候，甲伊做不嘅人入了下堆，到大四节二被亚塔尔嘅时候。”食出死之，留予伊人食个贡饼，花予伊做不个人做不食。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而立个，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个主。”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了。咱今日个福音就陪着咱耶稣主甲伊个门徒，伊人出门个时候呢，经过一个有真侪别个地方，了之后别发起来咯，门徒就倒空，就双手安尼甲伊念。了，倒手来搓一下，了就去食一个麦片。法利赛人出去就讲：“哎，出尼好做生，因为好日拄着安息日，安息日是呾你个袂得工做工，了指甲也是算做工。了为法利赛人，因为伊人受一个法律啊，受个增加税点，拢总爱受。”为人就是安尼念，安尼操，就是到准备资本个意思啊，就是做工，就是资本，就是袂使，就是。了，就问耶稣，就做你，你做你，种你个门徒做啥做？耶稣就听了，哎呀，毋知气也好，还是伫个，伊就当恁读圣经个人毋是？啊，你读圣经了，读个理解？但即个达比翁有一摆，伊甲军队出兵啊，伊人真穷啊，真久无物件食，拄拄好经过即个城段个时候，好重要袂城段啦，就是伊人该下锁了，伊即刻推着即撮。贡饼，即撮贡饼本来是予即撮司机才会使食个，但是因为人物件是枵咯，哦，伊就捡撮贡饼来食，了后分淡薄予即撮伊个队伊个撮人。迄种是伊个司机，大司机无出声，无反对，所以本来法律是呾袂使，但是达未做了。了，迄种世界即撮司机无反对，意思是伫个耶稣做意思是呐，有个物件哈，人咪向死世界推法律个即个条文，因为法律个精神是伫个安息日个目的是伫个安息日就是希望呾为着咱个好，咱会得休息。卖搭趁即工作啊，所以搭安息日就是搭卖工作爱休息，所以是为着咱个好。那即种有咱哩饿，差毋多爱饿死咯，你搭伊袂得食，安尼毋是双方即个为咱好个目的。安息日是为着咱好，即种咱都爱饿死咯，你搭你哩家搭袂使食，安尼毋是。
相仿这个安息这个精神。所以耶稣就答了一句，耶稣答这个呀，这个安息日是为着人，不是人为着安息日。要伫只会得做这世界判断，耶稣主是天主子，伊是人子啊，所以伊有权做些来判断，这些是对个，这些是毋对个，因为伊是安息日个主。反过来，即撮法利赛人伊人甲经师伊人，小弟伊人研究下，惊着真强。了，逐人都要听伊人个教训，逐人都爱听伊人。伊人答招声是对，因别人就爱听；伊人答招声袂对，别人就爱听。伊人反过来，伊人爱做一个法律的主政，爱做红色这个主政。耶稣做担保，红色是为着咱，红色的主政是天主，毋是恁，恁毋是天，恁人毋是这个红色这个主。所以耶稣做根本爱甲咱谈的就是咱。即个宗教内边啊，有时有一撮法律，有一条文，即靠那个条文就爱帮助咱亲近天主、爱天主、朝拜天主，爱帮助咱甲咱之间有爱的。所以，咱若是会明白即撮条文的精神啊，了咱悟到，毋知做咩好的时候，咱就会有变做，咱知做咩爱做。因为天主上大，啊，是爱天主，了爱人如己。感谢大家，天主祝福您。